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这是我第四年参加脱口秀大会了，你知道，还是单身，不知道咋搞的，你知道。而且每次有人听到我是单身以后，就会有一些姐妹说，哎，你也单身，我也是，看来啊，咱们搞笑女就是注定没有爱情。醒醒吧，姐妹啊！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没有爱情，不是因为咱们搞笑啊。不要在生活中自称搞笑女，因为据我的观察，凡是自称搞笑女的人，可能不光没有爱情，甚至都不太搞笑。你知道，因为真正搞笑的人，没有人自称搞笑女，我们都是先自称美女，然后旁边有人说她有点搞笑。怎么听进去了？搞笑女确实谈恋爱有点难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就常常这种就习惯了。当我们见到一个男的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用我优美的姿态吸引他，而是用我滑稽的行为逗笑他。有一次我不知道咋的，我就跟一个男生说，我说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给自己改个名字，就叫美若天仙。他也没笑，你知道。我说你不觉得很巧妙吗？你想这样就没有人有办法骂我了。他骂我的时候都会像在夸我一样说，你怎么回事，美若天仙。他听完说，可是我有办法骂你，我可以说你怎么回事，美若天仙，也不照着镜子。我说还是你搞笑，真是搞笑男注定拥有爱情啊，加油吧何广智。我真的没有谈恋爱，但我身边的人都一直在谈恋爱。我发现很多女生谈恋爱啊，她现在追求的已经不是幸福了，而是一种刺激。你就感觉他们的原生家庭应该是有一些创伤，就是他爸从小应该就没有打过他，所以他谈恋爱唯一的目的就是吃苦。所以他在人群中选男朋友，就跟我奶奶在锅里选排骨一样，说给我来那个最烂的。最烂的就是他了，我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着他。在经过一系列的争吵、猜忌、劈腿、复合、冷暴力以后，我每天再也不用加班了，我要在闺蜜的怀里哭到天亮。可是姐妹们，你们谈恋爱是谈爽了，你们考虑过闺蜜的感受吗？你知道我这两年一场恋爱也没谈上，那个苦是一点没少吃啊。哟，就是一宿一宿给我熬的，我有的时候都忍不住怀疑我闺蜜她根本没有男朋友，她就是在我面前演戏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死我。关键是你真的摸不透一个恋爱中的女的是咋想的，就是她前一秒还在跟你说她太过分了，杨丽，我再也不理她了。我刚起了一个大范，我说早就跟你说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她说我们和好了，我说除了你男朋友以外。真的想不通，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他这么折磨你，你为啥还要跟他在一起啊？他说，杨丽，这就是你不懂男人了。我说也是很久没有人这么说过了哈。你们有看过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吗？有。好，没有男朋友。我看过，你看看，来抓我呀，抓我呀。那我不是真的想看他的内容，我是享受那个沟通和辩论的过程，你知道吧？我一般都是先说，来，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，然后他就特别激动说，我最烦别人看我手机。我说，那我最烦别人防我看的手机。他说，你要非要看我手机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我说，你要说我不相信你，就是不相信我相信你。看他倒吸了一口气，他说，那这样，你要是非要看我手机，那我也看你手机。我说，那我不看了。就没有手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咱以后就说好了啊，从今以后我也不看你手机，你也别看我手机，咱俩对待恋爱的态度就是各玩各的手机。我现在不用看别人手机了，因为我养猫了。但我
我特别受不了那种把猫当儿女养的人。那我觉得现在人好奇怪啊，非要和父母当朋友，然后再去当猫狗的父母。就是你经过猫同意了吗？而且猫多高冷啊！我常看那种短视频，那个女的特别兴奋，说啊，妈妈回来了，来来，妈妈抱抱。然后那个猫就这样看着她，好像在说你这谁跟谁没大没小呢？叫爹。我养了一只小母猫叫嘟嘟，我特别爱它。我在疫情期间幸亏有它，因为我家就我一个人，都是它陪着我。然后我们两个每天在沙发上看电影，我真的觉得挺好。结果没想到一个多月以后，它突然就开始整夜的乱叫，你知道本来就出不去，现在就更烦了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想让一个女性闭嘴。这样，我很欣赏这种直接的表达。我也觉得我们女性想要什么应该勇敢地说出来，但是你能不能真的不要再喊了？你喊有什么用啊？你以为就你这样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杨子。谢谢杨子。三二一，请锁票。我是想最后拍的，但最后这个包袱确实是有点超越的。这个表现应该就是很多女孩子隔着屏幕看杨丽的那个反应，就是很过瘾。就这个话你让我说我不敢，但是你说有人帮我说了，你说我支持，我支持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它里面就是有些时候很狠吧，然后又很喜欢那种狠劲儿。哎，像你跟娜姐俩人都算老夫老妻了，还会看手机这事儿还会有？不会有任何问题啊，我都会，就是有时候会给他看。哎，你看你这儿有一个什么，别人怎么样？还真是，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哦、那是那另一步呢？哪有什么另一步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另一步。怪不得你不幸福。我都是把手机调成自拍给我老婆看。哎，你看这人多美。谢谢啊，所以幸福。嗨，超越跟杨丽是之前还拍过戏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杨蒙恩，我们仨哦，对，他们演那个天王就是神仙。什么？是这样，杨蒙恩演天王，他和超越是闺蜜。对对对，我们扯头花那种，经常打架。对，他俩就在地上打滚那种。杨蒙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。结婚以后跟杨超越演闺蜜，扯头花，去！但是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行，那我们期待一下。期待一下。也谢谢杨丽获得了三个拍灯，请入座。我自己是挺舒服的。内容我自己也比较舒适，节奏自己也比较舒适，就舒服的演下来了。